格雷福斯。这三个人都换位置呀，中野辅三个全换了。对面四个远程做一下保护眼，他们可能会入侵。来了来了，他们来了。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哎，不掉啊，我插的比较早，不打吧。等一下，我没结账吗？早说吧，我的我的，我自己忘了。全军出击，已经结算了，再给你们开个盘。我加班了，我不经常加班嘛，只是前段时间腰突犯了，就加不了班，腰非常疼。但是我怕给你们加班了，到时候腰突又加重了，还是不能加班，要不然打完这把下班了吧。这个主要这个毛病播多了，播久了就会容易加重。这以前腰突没犯的时候，没那么严重的时候，不天天给你们嘎巴吗？算了，做人就是要有始有终啊。既然，对吧？已经开了，那就得坚持下去啊。做一天和尚，敲一天钟。这捡漏达人吗？这个男枪，他带着什么迅捷步伐？皎月打不打得过男枪？我想一下。哇，这个人为什么第一看到我是？快速拔枪，他不知道我有队友来了，他没有快速拔枪。这多不好意思呀，男枪没血。哎呦，你这链子，哎呦，这链子链到他直接死了。不是老克烈了呀，哎呦，他知道我这边等他，他不要了。这克烈链子他不是有技巧的吗？我记得好像是先 E 再 Q 就比较容易中是吧？ EQ 连招是必中，老克烈都能中啊。我老克烈了，算了，我克烈都没玩过，老个勾吧。我看别人都是那么玩的啊。这 EQ 不是必中的吗？对面两个人去了，估计在偷我的野，给队友发个信号。
一声黑了雾，还一笑而过。不要去下半区，我感觉没野吃了。不是你贴我脸是啥意思呀？阿卡丽来了是吧？五级，那不是很怕他？捆绑 play， 点蓝挂上。哎，视野能反他？哎，他不知道呀。哎，差一点点，我说他怎么下去了？他刚 A 这个烫到果实能看到这阿卡丽人的。感觉我跟这个中单没啥配合子打的。他死了。啊，皎月前面伤害还是有点小低啊，得到六级。他敢进我野区骂意思呀，兄弟，这不给他来点力，对吧？教训。快点，他要打完了，待会儿。他在吃河蟹。我到六级了，往后退。支援倒是挺快的，但是没打出效果来。扎卡利没有烟幕弹了，链子链住了，往后退。你不往后退吗？好凶啊，他马来了，我想帮他反蹲一下的。影魔刀，看这阿卡丽的样子，有点蠢蠢欲动啊！我这斯卡尔好虎啊！完了，出问题了要。他这样子我很难配合他，他打得太难，我不好蹲这样子。我说他怎么过来了，不过他能一换一就可以了。主要我来的时候他把人压到塔下了。影魔刀护臂，更新一波装备吧，1000多块钱了。凯隐死了。哦。阿卡丽没血，男枪毙了。这三刀要来下，阿尼往前站，他死了，他没看到我。哎呀，我都提前10秒发信号了，晕倒了，还可以，直接 A 跳弹走。
这波克里有马在大快好了，但是我没二了。十秒，帮他反蹲一下，给链子，链子，链链链链链链链，怎么是二 Q 呢？我怎么感觉他盾瞬间没了呀？我感觉我跟我们这个中单八字不合呀。你说他有问题吧，也没问题；你说他我们打野有问题吧，也没有问题。但是就是当双方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产生不了化学反应啊。这种时候一般来讲，我们各安天命就好了。没来下，直接推线了。留个晕，会不会长晕？三层，来，我长了一个被动，打呀！你不是有晕吗？哎，我在等你晕，你给一个呀！哎 ，please， 你有点蓝有晕，我有大加被动，凭什么不能杀他呀？可以杀的，只要他搬八级走输出，我感觉他自己一套能打他半血。没蓝了，没蓝了，有蓝还可以收一下，救一下他走了。蓝枪不来吗？这个人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这个男枪在中单，然后他被单吃了，这边都来三次了，意念是吧？引分身之术啊！这就是我为什么这把不想玩角位的原因，但是这把我们不玩角位又菜刀队，这样大家都不好打伤害，只能比较团队一点选英雄了。有晕没有？哎呦，六百啊，可以。我怎么感觉这老手没走呢？啊，他想偷这个 EZ， 让我看一下，小老鼠贪不贪？他绝对想不到我会在这第一个草等他。啊，这波 EZ 吃完线他要走，对不对？那对面下路肯定会觉得没有危险的，这波让他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克烈开个大招往后包他，可以来波三明治战术，好吧？不来了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来了，你急了呀？不是，我不是给你标记了吗？我发现了，不是八字不合，是他有问题。这个人，这波我都可以单吃的，他这是在救他吧？你不开大都可以啊，他开个大招有提醒有声音的呀。我闪快好了，太逆天了。
他在打乱我的计划呀。感觉这把如果没有这几波发挥，我已经五个头了。老鼠来了，四杠零很怕人，兄弟。很怕人。没中药，有中药全杀了。差一点点。直接来个中药吧。征服点击加个黑暗风封印，刚才吃了一个大人头还可以啊。刚才这种机会的话一定要一二拉多人。这不有秒秒表就可以再拖一下了啊。哇，这个男枪六杠一，这凭什么呢？九级克烈，这就开大了。这人要出来了。我就不能跟他在一起啊，我操。我跟他在一起就没发生过好事啊。这个人是不是过来搞我的？他为什么要先开大招的？每次先开大招提醒对面。那我先连一套阿卡丽，我感觉我都能秒他。他为什么每次要先开大的？他走近一点再开大呀。他让我先打着阿卡丽一套，他不香吗？他又没看到我，我这不可以先偷袭他一下的。他先开大，等等等等，这边就收到信息了，感觉有点难。老鼠过来，我不能去，我去是去害他。我们两个人不能在一起。你像只鱼儿在我的身旁，你看到没有？不在一起就可以杀，他在一起两个人一起死。难道真的是我们两个八字不合吗？你看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没有杀过对面，但是分开了却有杀了对面。有时候玄学你不得不信啊。我这把如果想赢的话，想拯救我的队友得来发生奇迹啊，来一本奇迹之书。这把如果书能叠满，这把就能赢，好吧？你们觉得能叠满吗？我觉得有机会啊，只能说有机会。上票了，队友。
哎呦，打架你就唯唯诺诺，补刀你就这么溜啊，是吧？输灯叠马可以赢，这输二十五层之时就是我们翻盘之日啊。给我残血还要开大抢人头，什么什么意思吗？我有输的呀，对吧？想赢得让打野输叠，哎，有晕来一个，来个晕可以吗？装装装装装，你以为我是这几个人呢？两件套，拿个龙吧，对面死了两个，三个，哎，死了两个，我们死一个嘛，三减一等于二。哎，他小娜了，他进入贤者时间了，小娜很好杀的，他变小了，来给我叠书十层了。哎，龙在那一个，真的这个人头给我这把可以增加一层胜算的，这队友他不懂啊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撞一下想着自己 C 就好了。我跟你们讲，这要是一把撞个局，这队友必给我烂头啊，可惜啊。大家都比较自私，比较个人一点。我误会你了，克烈，你回来救我了。但是我怎么感觉我们又要死了？不要过来！我的我的，克烈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。我们好像封印解除了。这不过我们站一起竟然杀了对面，难道是因为有别的队友在吗？那你去打钻了吧，我就不打。不是，我之前打过大师，为什么要打钻恶呢？拿个红吧。哎呦，大娜不好说呀，别站一起。被他拍下没了。哎，这那啥皮肤有点小帅啊。他这个东西给谁标的？厌恨锁链。你 W 我是不是？我知道你后面有人在，我也有人。完了，他的人更厉害一点。就是他的人好像也不行啊。我的人更厉害一点，而且我也厉害，大家都厉害。Q 压起身 ，E 翻了，看到没有，满城。刚才弹幕五分钟前还觉得不能，就这会我就问你能不能，能不能放，能不能满城？这皎月这个东西来本奇迹之书还是有希望啊！还差一层，这把就赢了。最后一层，这把赢了啊！只要我们不死就可以了啊！等一下，中亚忍住啊！叶师傅连这种开眼都能带动，真是厉害！这开眼玩的也站起来看也没有那么不堪吧？还好吧？倒是这个中单。
三杠九啊？难道这个凯隐这把犯下了什么罪吗？哦，他犯下了这个责怪队友之罪啊。首先是那个，而且其次打他还 K 头。这把赢了，他怎么不闪现呢？我还推了一下。来，快表刷保险，输不掉这把就赢了。出纳什只能杀一个，出可以杀五个，前提是你打他能拉得好。哎呦，他怎么下马砍塔了？被偷了一个，拉拢吧，我做大块好了，他们追的话可以杀。埋伏埋伏，这边是兵家必争之地啊，但是被眼看到了，在第二个扫等，听我的听我的，我有大在，他只会小心第一个草，但他绝对不会小心第二个草啊。叠晕有晕，哎呀，这边等必有人过来，先不打龙。哎呀，哎，老鼠要来了，为什么要先打龙呢？打龙给对面吃吧。你这个 EZ 帮他打这个龙了，不然先杀一个挺好打。这老鼠没闪了他。拖，再拖，加盾红尘，二段一，屌不屌？知道为什么要买双表了吧？这就是双表的魅力。等一下，应该误会解除了啊！我帅吗？这不。这队友应该是说过话了啊，嗯，这队友都看湿了。哇，这控好多呀。哇，真大了，终于死了。开大，等等等等，来一个，有没有？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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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速了。单枪匹马，我都说了，25成输这把赢，希望之输。10分钟还有人弹幕质疑我，现在没有了吧？这两波团打完之后，弹幕的对我的质疑声统统消失了。哎，可惜差了一个，这都能赢，没想到吧？太帅了，给这个皎月扣点个关注，扣个6啊！又是伤害最高，哎，人生，这克烈怎么跟一直还没安妮伤害高呀？事实证明，只要苟住，就有队友 C 你，太对了，太对了啊！看到没有？
只要你劣势没关系啊，这队友队内队伍有大腿就行了啊。